老板给来个炒豆芽。好嘞，豆芽先给过个油。豆芽也过油？必须过油，因为这是黄豆芽，绿豆芽就不用过油了。黄豆芽一过油立马就熟，还有黄豆芽要烧半天。好嘞，就这样，豆芽过完油。这个好了吗？这只是过完油，小伙子别着急。好，油一过，来上一点小辣椒，加上一点小蒜米，再加上一点小花椒，这个是关键，一定要给爆香。老板的手法可以啊，干了六七年啊，师傅都说好啊。老板，这个菜多少钱？12。十二。再加上一点芝麻香，来上一点小白糖。老板的操作行云流水呀、啊。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好嘞，出锅。漂亮。辣炒黄豆芽。